大地风水。同修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我们是12月2号，我们在仙佛寺后面我们如来园的地方哈、我们继续来讲解户外啊庭园景观啊。上节我们讲到石头，它是一个山的精神啊。石头呢，它汇聚整个周围山的灵气一点。而石头呢，它的生命呢，就是我们所讲如如不动啊，所以一个石头的摆设位置呢非常重要啊。那这个石头呢，比喻我们这个石头还在这边，它的功能呢啊，它的功能有它的功能啊。我们排石头了三次呢，一定要符合周围的山形，最近的，我们要考虑。那上面的山，斜下来，我们这个石头排的，就是这样也跟着斜下来。石头一大堆，要选要挑，要看附近的山形怎么样，那么我们就。选那一个来让他把这个整个山的精神调到这里来，我不要去看远山，我看近山就可以了。你们看这个山有没有？那个石头就和那个山一样的造型。你们从这边来看，你们这边来看，好，这个山的石头这个形。就和那个山的同样的形，那个杀手的形，那就这个石头在这里呢，就不会变成说，多余的。若是你说调过来，那个看着就怪怪的哦。有没有？你们看着好不好？如果这边调过来，拐过来，这个，比如说我们这里没有了，这里转调到这里。它这个山，这个石头这里就变成多余了。这个石头它的排的哈，那么石头呢？排石头一定要有握，长石一握，长的石头要握着，长石一握，这个石头呢，方方正正的，要一坐，要有坐的。一个坐的感觉，那么一坐呢，我们要一定要垫脚。以后你们帮人家排石头，一个大石头上面一定要有一个横的，才能稳这个稳固，才能稳下来呢。那必定要这样做的，这样是就很逍遥、很自在了，不一样了啦。现在很多人排石头呢，坐在凳子就好压压，那违背山的法则。山的山谷像这个石头，像这个石头，它原来就有了，它也在土里面，也在外面，叫做露骨。露骨和粗骨，粗骨，粗这个骨。
啊，出这骨跟入肉骨有没有一样？肉骨呢，表示你生命还和你骨肉还相连；出骨呢，已经连骨都接不上了，多余的一个石头摔着。啊，你们到外到公园呐、啊，哦，或是哪里去参观人家那个庭园的时候，一个石头蹬的呀，这个大师，他不了解山河大地，他的法则。不了解山河大地骨肉它怎么形成的啊，你随便拿一个画面就把骨头切了一个放在上面而已哦，它没有生命。所以凡是石头呢，你一定要有接了啊，有土出来三分之二，最多三分之二啊，你不要再太多出来，太多出来的话你变成出骨了，脱落了啊。早上我先跟各位讲石头，下一节呢再跟各位讲龙脉怎么着滑，哦，好，好，我们到石头啊，这边有缺的，我们菩萨暂时不谈，啊，有缺的，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平衡，啊，有脾左仆啊，这个左仆，它虎性的，它本来就有了。啊，右边就一个脾星能够挡住，若是你这个在一个高起来的石头挡了，那么这里就空间就没有了，你们可以想象的，好，你们可以想象，啊，如果这个高起来，石头，这个石头就和山呢，啊，这个就契合不起来，好，那么看庭园景，啊，尽量用这样看，你这样看，尽量这样看。好，你这样看着，你去看这周围，把范围缩小起来。好，你们做庭园的时候，好，你这一个石头排这边，要排怎么样？你可以用这个看，有没有稳定感？你一看下去，哎，有稳定感，做出来这石头排在那里，就和这个整个环境融合。维新电视。啊，你这个呢？啊，有的呢，到这里来是用这样来看，好，啊，这样看。啊，这样来看这个石头和周围的山，是不是能够相融合？哎，如果你是掉过来，哎，奇怪了，这个石头呢，哈，好像呢，好像多余的。哦，石头，你和草也一样，树也一样，你进去了，就和整个自然相融合在一起，不要让它多余的，到哪里都是不多余的。好，像我这种这边，哎。这样来这里很宽啊，哦，就把它种多一点，啊，就给它一个稳下来，不然就凹下去了，啊，那就又种一点点呢，啊，没有踏实感，哦，这庭园的功夫，必须要有那个我们所讲的那个什么呢，稳定感呐、啊，有稳定，啊。好，那个石头是后天所做的，先天 W 的，平常挖下去的这个地方叫做拐阳，凹下去拐阳，那个塔叫做孤阴，那个塔叫做孤阴，好，叫孤阴，上面山丘上，啊，这山丘上盖房子是孤阴，孤阴可以塔，可以建塔，啊，孤阴呢这做凉亭不是很好，啊，凉亭呢，我们这凉亭是起来的，啊，凉亭是在完全是在洼地里的凉亭的，把它顶起来了，是这个意思，啊，这个塔呢，孤阴上就放下，你看这有点放下很自在啊，啊，若是你把那个塔放在亭子放在上面晾晾，所以我们中国庭园呐、啊，很多呢都在孤阴上做个凉亭，表示说哇好像飞上去，事实上不是这个道理啊，阳中起阴，阴中起阳，好、啊，这个呢高了要做塔，给它放下。接地接地破了接地破了成接地啊，就是
啊，《心经》所讲的放下，啊，精进，放下精进，你看，放下精进，放下精进，放下精进，在孤云上，只有要放下。爬得越高的人呐、啊，哦，我们什么事情呢，要越能放得下，你才爬得上。啊，如果再挖下去呢，你一定要展开来，力才上来。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哲学。好、啊，爬得越高的人呐、啊，如果像这样的画下呢，就变成说，没有一种在精进，好像我到这里我就很伟大了，那会完蛋。啊，所以老子呢，开始呢，爬这个孤云的地方，啊，你只能坐塔，啊，就告诉我们，如果有参禅的人、修禅的人呢、啊，他一跳，哦，我现在孤云上，自己，啊，四周无助嘛，啊，大家在拱着我们，大家在拱着我们，啊，众山朝拜，众山来啊拱扶，啊，相拱照，那么在这里呢，自己会很。会孤零零的，啊，孤零零的怎么办？还是要上去，还要精进啊，还要放下精进，放下精进啊，往上去啊。如果凉亭呢，只有一个放下来，好了，我做了文人了，反正人家怎么样啦，朝拜啦，礼敬啦，怎么办？那一定死翘翘，这到时候只有在上面死翘翘。这时候以后，我们帮人设置凉亭，啊，山上你可以坐塔。好、哦，绝对不要坐停，一坐停，让人养成一个习惯，到最后来没有居安思危的这个这个惶惶的心，啊、哦，你们可以看嘛，哈、哦，这一直往上，跟孤鹰连连的，然后孤鹰往上去，这里有一个穴，这个地方有一个穴，好、哦，这个也一个穴，好、哦，这个也连连这里一个穴，好，我们看到，为什么？我这里要做个圆圈，圆环的圆圈，好、啊，这个有道理的，好、啊，这圆圈，因为这里是水口，水口，水口未来所在呢，你要这个圆圈叫珍珠塞口，金珠塔靠，珍珠塞口，好、啊，我们这个山脉一直落下来。落下来了，啊，一直下去，那我们地到这里，一直下去的，这个气的，就整个上面一直陷下去，陷下去就无没有住，行住坐卧，行，山上的山行一直行，住到这里住了，停住了，安住在这边，坐要有坐要有卧。那么陷下去没有坐没有卧怎么办呢？那我们这龙脉呢，有一条龙脉从这边，好、哦，从这边下来，龙脉弯到这边来，好、啊，那这地方我就把它做一个圆环，把整个呢山上这个气就堵住了，好、啊，这样的稳住稳下来了，好、啊，那稳下来了，里面要有也要有最高最低也是要有这个塔。来这中心就有安定感，啊，原来呢，我这四方形了，四方形呢，地震来把它摇掉了，摇掉了哈、啊，还是太小不够，那我就改，这很大，这圆的也跟着圆的，啊，你会有安定感，哦，好了嘛，好了，在这里，啊，圆到这里来，啊，这里哈。啊你们过来好不好？气，啊，到一直卸下，我们一定要有石头挡住，石头挡住，挡住。若是，哎呀，你颠倒晃的话，颠倒晃，这就趴下去了。啊，你要挡，要有后面要有劲，啊，你看这个啊，啊，这个呢？后面，哎呦，卡太屌哎，挡上去，这个地方，你从这里看，就有一个稳定的感觉出来啊。那么这个，在这里挡还不够哦，后面要有还要有
要让人做后盾。好啊，这个呢，我们平常我们要挡这个最后这个气的时候，一定要有一个品字形的挡住，啊，这个开这个开面挡住了，啊，这个脚就能挡，啊，那么这个石头它整个的稳定感，啊，稳定就有了，啊，若是这个拿到这里来，这个从这里又没有空间，这里没有空间，啊，反而呢，这个呢拿到这里来，它整个面呢，啊，它力量就很单薄，好像在里面都像下的呀。好，那么我们人生的哲理，大时还是要有小时嘛，啊，小时呢就后面还是要下面有这个石头来顶住它，变成后盾，啊，就气就往下来，我就往上顶住气，守住这个整个山，守住整个这个环境的气，啊，所以我们这里排的这个石头，啊，都是啊外围的这个啊是后面的后盾，在云梦山啊，如果是说未来有时间呢，啊，到云梦山住上几个月的时候，啊，你们去看可以看云梦山，啊，整个《孙子兵法》是在云梦山，啊，《孙子兵法》在云梦山里面写出来的，像达摩大师十八罗汉拳，也是从嵩山呢那个山势打出来的，啊，他呢，啊，那个区域整个好地理呢，啊，达摩大师看了山形去比这个这个拳势，哎，自然会发觉啊，这个嵩山呢，那一些所有周围的山呢，这十八罗汉拳刚好是十八套，刚好。好，那我们仙佛寺这里不知道有几套了，我是不晓得啊，但是到处的我们都要给他一种护佛啊，我们念僧的方法。好，那像这个圆环啊，圆环呢啊，一般的做的圆环呢，像是圆环它一定把石头摆满满的，一定把石头摆满满的，那么我们为何不摆满满呢？你摆满满的就是违背了整个自然，啊，这个石头了，外面，啊，外面的石头纳这个气，啊，那边呢，山的零线下来，上个零线那个气灌下来，你就守住了，所以这里原来的穴，啊，在这个地方会把气滴到里面去，啊，这个气就穴到里面去了，所以三分风水七分坐，穴可以用后面去创造，你要把它配合好好了。啊，那么这个石头排这个石头呢，不是那么随便哦，阿弥陀佛哎。好，啊，这个呢，好，啊，气这么下来，你这个形状选这个石头要，好，啊，你看选这个石头要焊的下来的山形，下来的山形一样，下来的山形一样，好，啊，对吧？按照对来，这形状完全要相符，好，啊，要相符。这个器材守得住，叫硬山，啊，相应的硬山，这边平平了，就是叫做有开面了，开面的气到这里，啊，这硬山就把气锁进来了，哦，若是你这个地方没这个石头，光后面那两个，你在这里，乖乖，好像还守不住，你也干嘛？哎，那什么被老人卸下去的，哎，感觉出来，好，哦。啊，这里来呢，啊，这个呢，我们要珍珠塞口，这个整个外面的黑的都坑骨啊，啊，坑骨的皮，啊，我们这个爱情叫做螺星，四维螺的螺，叫做华盖星，叫做螺星，四维螺的螺，螺星是华盖，华盖是守水口，够最靠哎，金珠它靠。啊，让这个地方呢，气的一条线气来呢，就整个都一头能够把它挡住了，就华盖，就螺星，啊，那个手气的，啊，如果你们一个一块地，啊，一块地呢，外面，啊，你看到有一个那个坑谷啊，你一定要布置
在相对的地方有一个石头，一个石头呢要属于这个形状的，你圆圆的也没有用，懂吧？圆也没有用啊，菱形的也不能用啊，四方形也没有用，因为这个圆的时候倒下去的都要把开门都拆掉，懂吧？这哦，这学院里面很大哦，嘿，好、哦，那么你按落去时啊，你们看这个倒下来，这个点也要这个凹了，下来也要同样的，露尾巴，哦，这是我们的水果嘛，这整个的锥靠啊，哦，你把这边外面的山。这边是九九峰的山，把它收到这边来，那边的山，哦，把它收到这边来，这边呢，九七来找去之前，要出去了，啊，先天它没有个螺心，好了，我后面要排个螺心，好、哦，把它放到这边，如果倒下去了，还是这个形状，哎，一条。啊，你要把它画好，啊，照相画好，我这这这很难得，你外面，你那黑吹别黑了，哦，要找这个教材没有地方找，嘿，好、哦，再来哦，啊，我们这里有这一个石头，这个是后天的，啊，为什么我要把它排这个在这里呢？因为这边卸下去。好、哦，卸下去的，你来排这里，不能看啊，卸下去的，这个点呢，好、哦，啊卸的，卸下去了，哎，它就平稳了，好、哦，这里就稳定的感觉，石头不在于多，在于有用，啊，在于有用。